最主要的是求孕系列跟婴幼儿营养品的建议咨询，那包含了我们现在的产品。这次的职缺呢，有行政人员跟我们的咨询师。我们的行政人员呢，也是依照你的资历跟你的能力呢，从24000到28000之间。一般呢，我们就要包含一般的事务啊，对于部落格的那个经营管理里面的一些资料整合，那再加上一般的行政跟出货进货。在咨询师的部分，公司有保障底薪32000到40000之间。它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说，像我们一样，有我们一样的产品，需要把我们的产品呢介绍给适合的客人，而我们的咨询师要具备呢，然后在医疗上面可以适度的给他们一些建议跟搭配。那在这部分呢，我们会有一些医疗讲座的需求。有三节的奖金，特别年终的部分呢，我们会有2个月的年终发放。那么我们的奖金制度呢，是依照个人跟团队的合作模式才计奖金发放。福利的部分呢，我们有员工的团购优惠，然后还有不定期的一些聚餐跟公司的尾牙。爱捷卫生记非常欢迎清情正向对营养品事业有兴趣热忱的您加入哦。